这是我的。过来一下。哦。你第一次做策划案？嗯。这是要给客户看的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排版简洁有力，重点清晰，让客户一目了然。你看你这个标题字这么大，内文字又这么小。明白，因为之前说这个字是不……我之前是让你不要自作主张，我让你像木头一样了吗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那个金家的初稿你帮我看一下，特别着急。你先回去改，按照原有的模板做最好的调整，重点是干净整洁，懂了吗？嗯。干嘛呢？人家就一个实习生，你别对他那个凶嘛。江不怎么喜欢桑稚啊，不是，好不容易来两个实习生，我看桑稚也挺聪明乖巧的，你可别不到一个月就把人家给弄走啊。乖巧，他私底下什么样的人你也不知道呀。我听你这么说，你好像对他有很大意见。他什么都不会，还自以为是，我就看不惯。喂，小雨，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呗。啊，今晚啊？今晚不太行，今晚我们公司团建。在哪儿啊？就是我们经常去那家 KTV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走了，改天再约，好吧？好，你先走吧。喝了多少啊？没多少，就一点。好无聊，好想跑。你找个借口，我去接你。好。时间快到，我先走。拜拜拜拜，下面继续，下面继续。小姐，您这给个麦，您这给个麦，这是我的。